Chào chị. Các vị乡亲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咱听秘书长安尼来甲咱指示，甲伊甲咱法律的地位，甲咱讲甲足清楚。咱大家有信心啊？无啊？足感谢，我足感谢大家开钱来遮上课，希望大家把咱这几天的心得带返去予咱的亲友，希望一个传予一个。我今仔日这个闭幕式啊，用简单的 PowerPoint 来证明咱的法律是正确的，还是事实的。这要予大家更深入的了解，所以我有几个PowerPoint 要予大家清楚。咱首先咱甲大家讲，感谢大家啦吼，因为大家拢来遮受训。咱现在啦，要来甲大家讲较清楚，咱民政府的主张，第一就是咱遵守国际法，这个国际法是包括什么？万国公法，甲国际战争法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咱一定遵守，所以咱从第一期到现在，拢伫推广咱的国际法咱的做战争法，甲介绍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在台湾所有的大学里面拢无咧讲啦，是安怎无咧讲？伊都无要甲你教啦，互恁本土台湾人拢毋知影即个法律啦。恁就是死老百姓嘛，恁互恁无了解，哪会要互你了解真相呢？咱较简单的想，连战、连胜文，伊爱真相啊无？大家想看卖咧，买面的掠人啊来啊！你唔知知影一件事件无？举手看卖，真正无几个，我讲较清楚咧。迄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啦，伫对啦，迄新北市的选，咧选举啦，迄个做造势的迄个暗会啊，连胜文讲为遮一枪，为遮甲拍落去，迄、那个 baby 呢，抓到啦！迄、那个伊敢要抓到测谎，拢无过啊！
真相有要予连战甲连胜文知影无？那无必要知啊。所以中国国民党，因迄是毋是中国国民党的要白啊？然后啦，伊用伊讲中常委啦，讲啊做迄、那个做荣誉主席啦，都无必要知影的。恁死老百姓要不要给你们知道？一定唔好恁知影嘛，这很正确嘛。所以，咱是遵守到国际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现在的台湾的历史啊，咱会依照国际法的做。所有权啊，是美国甲咱讲，是啊，伫咱日本天皇的下啦。所以，唔只讲咱顶年去啊，日本天皇啊去甲祝寿，今年阁去，无同款啊。迄、那个去参加的事啦。公布啊，迄个有甲咱讲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啊，咱来大家辛苦啦，所以咱足，员工足欢喜啊，去甲遐，日本啊啊足清楚的政坛，可能咱秘书长啊甲咱讲，咱自顶年。十二月二三拜了后，咱迄个国旗啊，入去啊日本啊皇宫内底，日本政坛啊大地动啦。以前哪会讲了解讲台湾战败了后，伊讲啊台湾阮都放弃啊，啊台湾毋是阮的土地，因为伊无了解讲。咱台湾在1945年4月7日，啊，日本天皇下诏书，啊，4月7日了后，就是准啊，温江啊，温允许咱本土台湾人参加因的参政权，迄阵啊，隆重。三个啊参议员去参加会议，啊，甲有五个众议员。啊，今年啊，咱8月16日，日本政府啊，啊，可能会甲咱邀请，咱来个要过去。大家有欢喜啊，无啊？因为咱遵守国际法。第二点，大家爱了解，咱无使用暴力甲武力。阮啊，有去。印度达兰啊萨拉见啊达赖喇嘛，达赖喇嘛那跟你讲，台湾民政府有啊乌熊部队啊，西藏啊达赖喇嘛足清楚。啊，足清楚，讲恁有乌熊部队，咱无使用暴力甲武力，因为安怎？咱依照国际法啦，咱去甲美国，你叫流氓政府入来台湾。
啊，拜托你，恁高等法院已经判断啦，恁爱遵守，甲流氓政府叫伊登去金门啦、马祖啦、甲平潭岛啦、福建省啊，有一个平潭岛，美国甲中国拢讲好啊，大家去上网去看卖咧。福州的电视台那有咧报道啦，讲平潭岛啊是台湾啊流氓政府甲中国共同经营、共同管理啊。这条消息，那知影举手一下好不？那是无济啦，哦，足感谢吼，恁拢足清楚。这都要甲大家讲，确定啊，咱啊提啊，只啊跑跑伫遮啦吼。来来看卖，这是啥？福州新闻呐、啊。这就是平潭岛啦，大家有看清楚无？这是因来要叫恁去遐，迄中国啊惊呢，惊讲诶，恁遮诶，转来啊，拢走诶，若无遮有一个海，有一个啊较管制咧，啊若走诶又做来了去啊。中国来了去啊，乌白走去啊，甲去革命爱台湾，他敢冒内笑？啊，这就是伊管得遮较好管理啦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美国咧做代志，拢有计划、有安排的。啊，咱来。去告美国政府了后，咱就足清楚，吼、哦，咱无要使用啊武力啊暴力甲武力。过来，咱第三点，第三点是啥物？咱无啊无要甲啊流氓政府啦。配合甲合作啦，啊！伊所咧甲咱讲，咱就爱去安怎去选举啦。咱无爱去甲伊投票，无爱去参加伊个选举。大家身份证摕来看卖咧，大家拢带身份证，拜托恁个身份证摕来看，伊要安怎写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伊奈唔敢写中华民国公民身份证，伊奈唔敢写。迄阵啊，甲咱改国籍啦，啊，伫啊1946年啊一月遐，甲1月16，甲咱讲。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啊国籍啦。阮老爸，我叫奥多山；阮老母，我叫卡江；我叫做胡米希克。啊，我拢起码因来讲光复节啦，回归祖国啦，真正是莫名其妙。啊，讲甲你改国籍啦，啊，无我同意啊，所以甲大家讲，美国、英国抗议，拢是啊违法的，所以美国啊，甲你讲，
请本土台湾人拢来领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安尼好啊唔好啊？足感谢哈，足感谢。咱我无足巧啦，美国咧甲咱知道啦，咱参议院啊，咱台湾啊，就啊公民权利法通啊通过了后，发身份证正当性、合理性啊，甲合法性，所以这张身份证是咱本土台湾人的保身符啦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安奈讲保身符，有用过的东西嘛？叫咱只个派出所叫去，伊讲你证件摕来看卖咧，摕去，哎，看看安奈无感觉，啊，这毋是阮管的，啊，你紧走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安尼，老用过的人。就知影讲，这就是报信符啦。安尼，你爱用这个福音，甲咱的亲友讲，若要有家己的未来，会保家己的保身，也是未来，你是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，必须听我伫遮咧讲。阿伯啊，发正代票，所以爱甲大家去传达这个福音，予大家去领台湾政府身份证，这才是正确的。阿你好阿妈，足感谢哈，足感谢。阿你，咱讲。咱有三点哦，咱啊台湾民政府啦，三点的主张，哦啊，所以咱提这张身份证，咱伊甲咱讲啥，咱是啊国民呢，啊国民啊爱选举啊，农民去选，我要搁甲讲一个例，啊苏联。迄阵啊，去占葡萄啊啊，葡萄啊，葡萄的迄个葡萄的的海三小国吼。迄阵啊，苏联甲举办选举，因的遐个居民啊，拢袂去投票，投票率啦，差不多无到30%啦。世界各国无承认因的选举啦，怎啊？苏联讲安尼好啦，恁成立民政府啦，啊，大家啊，民政府啊，大家去选举了后啦，因家己办90%拢去投票，世界拢承认啦，所以咱唔好和。民进党要甲咱讲，恁无来甲阮投票，啊，互伊规碗芳，互国民党规碗芳，都互国民党规碗芳，投票率若无达到50%以上，咱会阁甲美国讲，台湾人民啊，无相信。啊！流氓政府，因为流氓政府的这套，拢是啥物？拢是咧骗的啦！啊，伊甲你设一个政党票，当一张，伊有予政党50块，啊，予恁遮的政党摕到钱，足欢喜啦！啊，都会使用啊嘛。啊，予延长的这寿命啊，
延长这个寿命，所以流亡政府就是用这个转起的模式啊，来延长伊的在台湾的寿命啦。安尼，大家爱去投啊，免去投啊？啊，卖去投。安尼要甲结束起来，还足简单啦。吼，安尼我看时间上，我嘛准备足济 PowerPoint 吼，啊，我还予大家较简单，予大家看者，这就是叫做真相。真相甲政治，吼、哦，咱即摆要看政治。这张照片，这唔是我做的嘛？对不？这是政治。这讲啥？中华民国1912年甲1945年建都伫南京。啊，已经啊，结束啊嘛。伫咱家要啥？讲咧画啥？画中华民国啦。啊，无怪中国遐官员来，一支旗啊拢唔敢举起来，拢拗拗断。啊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大家想看卖咧？是不是中国赶来遐鸡拢嗷嗷等唱唱起来？我安尼，这都证据嘛吼。就是，啊，这讲了吼，即马要讲，较早朱镕基足歹嘞，安怎讲？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有安尼讲啊无？朱镕基啊，咱迄阵啊咧想讲，好啊，那遐歹，到尾安怎？因足清楚的啊，南京的军区的司令员，甲武汉大学的80几个学者甲研究生。去研究战争法啊，国际法研究了后，甲咱秘书长所研究的同款。因为安怎，咱去告美国政府，高等法院的判决，那会使甲世啊，这个判决啦，甲世界宣布，台湾。诶，人民啊，无国籍，台湾的政府世界无承认啦。台湾啊，要受到这个政治的啊，人家的迫害啦、迫害啦，是安怎？设计一套啊，互恁台湾诶人民骗甲戆戆戆，大家伫遐后来拼选举啊，大家。啊，有摕到钱，有钱摊包，大家若要出来宏选，选输也有钱，选赢也有钱，哦，来哦，来捐钱哦，实在咱台湾人民啊，足天真啊，甲足可爱的，为着子孙，大家安尼靠靠底下银卡啊去甲捐。啊，官官的算着讲安怎？讲啊，无法度啊，阮咱牙手牙输伊啦，安怎牙手牙输伊？真侪法案拢是输咱人民的血汗钱，伊都无法度去甲解决。啊，讲牙手牙输伊啦，伊讲恁大家合作，卖去参加伊的会议都好啊，拢甲讲。啊！辞掉你立法委员的，伊安尼袂使你啦！我一个月都了几百万块去啊！我阁请一寡只个，只个叫做啊，迄个叫做
助理员那爱付呢，啊，我要哪交代？这拢啥？拢看到乌卡呢啦，拢看到钱啦。安尼你想看卖咧？民进党甲台联党甲中国国民党是毋是拢共款？拢共款啊！李登辉总统做13年，阿扁啊做8年，有改善无？大家想，有改善无？拢共款嘛，对无？因为李登辉总统讲要会审，必须听我讲着。美国讲安怎讲？袂使哩，阿爹安怎？动审啦！即马若有审咨议会要存在嘛吼，要伫咧嘛。啊，大家安尼去想就好啊。阿扁啊，选到总统的时，去美国好足风光哩。美国讲安尼，这个一只本土台湾人，伊一概会足清楚。回来了后讲，我要办啥？公投啦，要参加联合国啦。啊，有甲资料送去联合国去啊？无有啊？人都无要甲你拆，甲你搁退倒回来。你毋免啊参加联合国，土地也无啦。台湾的土地所有权伫什么人遐？日本天皇遐啦。日本敢有授权讲，予你去成立一个国家？无啦。啊，日本有人民无？恁大家摕身份证摕出来看卖，拢是中华民国啦。ROC 都美国的法院都判定伊都毋是一个国家。啊，你哪有这个啊？伊要申请是要申请啥？台湾共和国啊，无人民啊，人民恁所提拢是啥 ？ROC 的身份证的国啊，干那啊，那无公民啊，国民尔啦。啊，过来有外交权啊无？有啊，甲遐一挂小朋友，20几个国家的小朋友签约，迄讲因讲因是有外交权，迄那毋是啦，敢有一个？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去签的外交，有啊无啊？那无啦。嘿，啊，你看土地政府啊，人民啊，即摆过来有啥？啊，这个要做迄个政府啊无啊，吼。外交也无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，咱搁去想，咱土地也无，啊，人民也无，啊，政府甲外交拢无，拢人世界拢无承认，安尼联合国甲你推倒转来应该嘛？好啦，阿扁也讲，啊无。一挂学者吼，家己无研究的啦吼，因家己讲国际化的权威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住在这边的人民来公投就是安怎，就是咱甲秘书长第一天甲咱问的讲，大家目睭开开，住伫国宾的人啊。是毋是会使国宾是住伫国宾的人诶？你大家无牙齿啊！啊，佮讲啊，住伫台湾的人，台湾即个土地是毋是台湾的人诶？啊，大家讲牙齿啦！啊，这毋是共款。依照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战争法。
国际法，这叫做啥？白纸黑字，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的日本天皇的所有权，因为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已经变成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啊，因唔敢即马中国来，咱来看啊，迄、那个中日韩的叫做啊，来看一个中日韩迄、那个叫做高峰会议迄张图啊，互大家看，这呐叫做啊政绩啦。啊，中日韩啊，来看啊，看中日韩的迄个高峰会议啊，来找一个中日韩的高峰会议。中日韩啊，高峰会议来，给大家看这里。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啊，啊，要甲大家讲，因为已经拢足清楚啊。啊，足清楚安怎讲？讲啊，遐好大，这伫北京开的呢。日本已经讲啊，钓鱼台就尖阁群岛是他啊固有的领土啦。啊，起码温家宝讲啥？讲核心利益啦。好，啊，这我今日。啊，报告各家啊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哦，咱再继续。加克力。加力。下课。